嚟，真正到散散地啦。咁啊，但系而家外档上紧嚟啦，联安百胜啦，中间受困咧，亦都荣华黄昌嘅。咁啊，呢个时候外档金边星开始铲上嚟啦，越追越劲啊。咁啊，但系而家见到火星代表已经接咗出嚟啦。咁啊，而家有荣华黄昌啦，三排两位进入第二位，出边外档有金边星，而家火星代表仲系占先少，荣华黄昌力追住啊，始终都系争一步追唔到啊。第二名系荣华黄昌。